大家好，我是中新社记者刘轩婷。最近北京冬奥会正在举行，那么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也成为除赛事之外的顶流。那么冰墩墩到底有多受欢迎？场馆内外又有哪些冰墩墩元素呢？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它吧。原型是国宝大熊猫。我也看到啊，新闻中心正在通过云直播的形式带记者们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观看不同年龄阶段的冰墩墩。看到很多人都在跟冰墩墩合影，真的是我们这个冬奥会的顶流无疑了。看到那个墩墩的狂热粉丝，对，然后我看你很喜欢墩墩，这个怎么还穿着他的衣服呢？是啊，这个是原来跑马拉松啊，这个专门做了一件这个，在北京马拉松上啊，拿这个跑过，也是宣传北京冬奥会啊，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通过墩墩啊，通过体育运动啊，来了解北京冬奥会。我这一列徽章是专门挂冰墩墩的，外国记者换徽章的时候，就是他们也会特别喜欢冰墩墩，就会优先的和我们换冰墩墩的徽章。It's very cute and nice, and actually I like the name.Usually a mascot has a very short nam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 know, this is the only country where you can see real panda. So I think it's a good choice. Everybody loves panda, and when Bing Dun Dun obviously is a very popular panda in the Winter Olympics. So, you know, it's cuddly, lovely animal. We like her.冰墩墩在法国有一定的人气，因为当我在我的社交网络 Instagram 或推特上发布吉祥物的照片，会有很多留言，这意味着它在法国也很受欢迎。作为北京冬奥会的纪念品，孩子们喜欢，我要带回去给我的孙子。